本当ポリ。这里进去。安全帽をしっかりとお待ちください。そこでお待ちでスタートします。炒饭，蘑菇酱，很好吃。森林里面哦，都是树哎，好好玩哦。那只要400块日币耶，680而已耶，很可爱。めっちゃ可愛い。那个盒子好可爱哦。这个是什么啊？马德莲之类的东西吧。这个配色好好看哦。
这个还有尾巴可以挂，有猫咪跟狗狗的长岛温泉猪猪。啊，就是这个没有搭到的，因为风太大。但是造型的 OK 绷哎，这是笔记本纸，不是巧克力。然后下面还有加咖喱口的杯子，那些超可爱的，只要610块日币耶。这一堆也全部660而已耶。这个看起来还不错耶，也不过600块而已。这个也很可爱耶，吃完还可以把小东西放进去木桶里。この車内一番味の方ができる。